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。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。所以万豪学个 E， 你不是要死吗？万豪学的 E 啊，交闪闪现呢，没事，我就到这里，一副绝世高手武林高手的样子，他应该不敢过来。哇，他绕了一圈，我操，这么变态。这下怕是会有点痛哦。他怎么还比我先升二级？他不是应该漏经验了吗？啊？怎么还用 W 补刀的万豪？补位的？什么补位宅？好，那这把主播要重拳出击了啊！妈狗运啊！瞎子头，虽然我很想要早点超神，但是打野交闪我还是会让。可是我为什么要让呢？打挑战还搁这让，当瘤子呀！哎呦，让个勾，不突然不想让，好像我是来当瘤子的，不是来搞人情世故的。哎呦，但是我们要这么想，这波给他让了。对吧，等下四杀的时候那五杀他不就给我让了吗，对不对？打不好还敢过来，那你死了呀，怎么不走啊？整个耀光，我一个耀光 W， 嗯，非常对。Q 前触发耀光，再等一手耀光啊。嗯，他玩的可能会有点僵硬，因为他好像不是自己位置的，换位置了。啊，这怎么看这个位置分配是他要的上路呢？啊，玩上路的去玩辅助了，好奇怪的分配。找啥去了？开大，没事。哎，哎，重拳点，再补个炮车，完美。干什么？一个一个都这么会扭啊！我没有舞台了啊！你们都在操作，那我怎么办啊？都给你们操作了，我没有舞台了，主要队友都乱杀，对面就点了。哎，走位牛，哇，舒服。给队友给我一点舞台啊，要不然给队友全操作了。接一下。八卦点，闪现 A W， 别着急跳走啊，要被眩晕了。闪现可以规避沿突的啊，不会触发那个啥时阵的那个眩晕的。
看到我了，明确也在。是不是还有 W？还行吧，至少吃到点这个，吃到一个头。Sorry， 我可七个人头了，撤吧。十五分钟对面直接点了，啪，又是7-0，但是我杀女警又杀不掉，好像是有。我想闪现晕住他，触发十分回血，我看能不能吸起来。好垃圾呀、啊！我一打三都打不过，怎么五杀呀？快溜！12-2 ，MVP 应该是我的吧？这把加不了多少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。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